小姐可是哪里不舒服？啊，我感觉我的腿很乏力，很酸胀，一走路就摔跤。你快帮我看看，我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啊？小姐，你的腿没一点问题，膝盖上磕出的伤用灵药敷一敷就好了。怎么可能？那我为何一走路就摔跤？云婉儿为了让灵医诊断清楚，故意朝前走了一步，这一次又摔了一个狗啃泥。小姐，恕在下才疏学浅，看不出毛病来。废物！难以想象，这个像泼妇一样的女人会是往日里那个温柔可人的小姐，她也太会伪装了。也先不找马文浩了，就让穆玉恒再嚣张几天，等他的腿好了，他一定要干掉他才解心。龙一隐在暗处，听着云婉儿骂骂咧咧的声音，转身离开前往穆玉恒所在的地方。穆玉恒正在修炼，龙一按照主母的吩咐，将一张纸写了地点的纸放在了桌上，然后消失在原地。穆无双听到了龙一讲的云婉儿的丑态，笑得一双凤眸半眯着，笑意浓浓。小玄溪也笑得像一只小狐狸，笑得咯咯作响。主子，主母，绝情殿的百里灵狼被属下引来了。嗯，放他进来吧。皇叔你看着点儿，别让儿子又吃撑了，就是一个小吃货。龙墨深朝他点头，不过一张俊脸又冷了下来，似乎不想他与其他人共处一室。拜托，百里琳琅是个女的好吗？师父，教我炼丹吧。那个，你先起来。不，师父不答应我教我炼丹，我就不起来。我教你炼丹，不过我不收徒弟，你要是不起来，我就不教你了。师父真的愿意教我炼丹吗？我不收徒。老师真的愿意教我炼丹吗？百里琳琅从善如流地改了口。我教你快速炼丹，不过你首先得先融合异火，要是连异火都无法融合，那你就不用学了。我只给你半个时辰的时间。好，老师您等我半个时辰，半个时辰我就回来。百里琳琅像一阵风一样跑没影了。这个少女做事说话真的是风风火火的，不过她的性格倒是很对她的胃口。龙墨生突然将她抱在了腿上，然后用手在刚刚百里琳琅抱过的地方拍了拍。你做什么？儿子还在这里呢。儿子咯咯的笑，贼的像只黄鼠狼。我不喜欢双人身上沾上其他人的气息。唉，可怕的占有欲啊。知道了，下次不让别人近我身了。你快放我下来，儿子看着呢，不能教坏小朋友。龙墨深扫向儿子，小玄心连忙将头转到身后去了。啊，爹爹娘亲，琪琪什么都没看到。龙墨深借此机会把唇附在他的唇上，轻轻地在他唇上吸吮了一口，才将他放开。这是惩罚？这不是惩罚，是福利才对。当然如果不是儿子在场，就更像是福利了。主子，主母，穆少爷来了。穆无双有些惊讶，只写了一句茶楼地点，美人弟弟竟然来得这么快。是舅舅吗？不过他站在门外似乎气息不稳，过了好一会儿还站在那里，像是有种想进又不敢进的感觉。姐姐，这一声姐姐像是跨越了千山和万水传到他耳朵里，竟让他生出了哽咽之感。我就知道你没死，姐姐。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他没想到的是，他已经易容成这样，他还是认出了他。也许这就是亲密的姐弟情吧。我一直在找你，姐夫也一直在找你。他瘦了很多，一点也不像身份高贵的青龙神功少帝。姐姐，你去哪儿了？我好想你。你是不是受重伤了？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事啊？舅舅。他一看便看到了虎头虎脑的小玄溪和玄溪旁边的龙墨深。姐夫，原来是姐夫先找到姐姐的。姐夫的气质那么与众不同，他一眼就能认出。他喊我舅舅，莫非他是姐夫和姐姐的儿子？穆无双将门关上，三人一同服了一枚丹药，易容的脸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小玄溪长得和姐夫很像，眼睛则有些像姐姐，一看就是二人的儿子。所以姐姐在出事的时候腹中便已经有了身孕，她难以想象姐姐是怎么把小玄溪生下来的，当时的情况那么凶险，她受了很多很多的苦吧。舅舅不要哭，
你哭娘亲也会难过的。舅舅，我叫龙玄熙，你可以叫我西西。我今天好开心，因为我有一个舅舅了。娘亲说，舅舅你肯定也会喜欢我的，对不对？对，舅舅很喜欢你，只是舅舅不知道你的存在，所以没给你准备见面礼。你会怪舅舅吗？当然不会啦，娘亲说你是西西唯一的舅舅呢。他本想问姐姐这些年他发生了什么事儿。他失忆了，不记得以前的事情。姐姐现在还没记起来吗？那你头还疼不疼？是不是有什么隐疾啊？父亲他是七阶炼丹师，肯定有治疗头伤的丹药。姐姐，你随我去光明神教吧。不用，我已经没事了，记忆肯定会慢慢恢复。而且他虽然是七阶炼丹师，但我如今也是六阶炼丹师了，我不需要他的丹药。他的那些丹药就让他留给他宝贝女儿云婉儿好了。姐姐，你也知道云婉儿？云婉儿虚伪至极，人前人后两副面孔。姐姐，他现在享受的一切本该属于你的，难道你不想夺回来吗？身为养女，她不仅不感恩戴德，反而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可是她却知道，云婉儿的亲生父母就是众药田的奴仆，为了灵石将亲生女儿送给了穆元红夫妻。从此云婉儿便过上了养尊处优的日子。她再也不是乡野药仆的女儿，而是一流大宗门光明神教的大小姐。可是她骨子里的烈性根却没有变，像她贪婪的父母一样，全身都是缺点。夺？不，余杭，你用错词了。我对她拥有的一切可不感兴趣，所以我不会夺回来，我只会毁了她的一切。她现在高高在上，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打入泥潭，什么都不是了。姐姐的能力我相信，不过姐姐，你现在真的是六阶炼丹师了？父亲他40多岁时才突破六阶炼丹师的境界，你比父亲厉害多了。你比父亲厉害多了。当然，娘亲最厉害了。明天是姐姐的生辰，姐姐，祖父很牵挂你，明天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吗？因为姐姐失去了记忆，肯定也忘了祖父，她怕他会拒绝。原来舅舅也记得娘亲的生辰呀。爹爹也记得，他还让我装作不知道，明天给娘亲一个惊喜呢。小玄熙三言两语就把爹卖了。龙墨深面色不改，心里已经在筹划待会儿要不要给儿子吃顿竹笋炒肉，让他长点记性。主子，主母，百里琳琅来了。这么快？应该还不到半个时辰吧。绝情殿有个时间法宝，其内的速度比外界快上3倍。百里琳琅，他怎么会找姐姐？我教他炼丹，明天丹药比赛上让他打云婉儿的脸。莫非姐姐也参加了这个比赛？之前在广场上公然拒绝父亲收徒要求的那个无双，不会就是姐姐吧？嗯，我亲自过来就是要告诉云婉儿，这世界上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她一个小小四阶炼丹师就是个垃圾。哎，明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吧，只带祖父出来，不用他们知道。我还没有打算认亲的机会。好，我一定会转达给祖父，他肯定会很高兴的。祖父和他最亲，他只想祖父开心。至于穆元红夫妇，他想必会陪着他们的宝贝养女云婉儿庆贺生辰。既然姐姐不想认亲，那他当然要尊重姐姐的选择。百里琳琅果然已经融合了异火，而且还是高品阶的异火。不过他知道绝庭殿也有时间法宝之后，便并不惊讶了。百里琳琅看到他平淡的模样，更加把他当作高人。穆无双便开始教他炼丹，他并不准备把时间浪费在百里琳琅的身上，所以教他上古时期最简单好学的炼丹法。教完之后就让他回去练习，反正他有时间法宝，练习的时间很充裕。你不是我的父亲，你这么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资格教我？你有什么资格教我？红哥，你醒了？做噩梦了吗？你出关了呀？我梦见无双了，可是我看不清他的脸。他在梦里对我说，我没有资格教他东西。怎么会做这种梦？我听说你今天要收一个小姑娘为徒，但是被拒绝了，还说你没有资格教她。
你不会是因此而做噩梦吧？阿秋，你知道吗？今天拒绝当我徒弟的那名少女也叫无双。她也叫无双？她长得怎么样？她不会就是我们的无双吧？你怎么不把她留下来呀？阿秋，你别激动，她不是我们的女儿，不是玉衡口中的模样，而且她心性太过狂妄，与爹和玉衡描述的坚毅性格完全不同啊。我们的女儿已经死在了空间乱流中了，旁人怎么会是她呀？我可怜的女儿。当年他们离开九霄大陆的时候，女儿才那么大一点，粉雕玉琢的，脆生生的声音喊着爹爹娘亲，哪里能想到那一次的分别竟然是永远的分别。当年我们难以自保，实在没法将无双和玉衡带走，没想到竟是天人永隔。好了，阿秋，别哭了，我们还有婉儿这个乖巧的女儿，她就跟我们的亲生女儿一样，多对她好一点，就当弥补我们对无双的愧疚吧。明天就是婉儿的生辰，到时候我们一家人一同去捞月楼吃饭吧。姐姐，我待在光明神教很无趣，不如我去投奔你吧。当然可以啊，我代表青云剑宗欢迎智智。耶，西西有舅舅了，也能天天和舅舅在一起了。那祖父呢？你准备怎么安排？看祖父自己的选择吧，他在光明神教挺好的，爹娘都对他很好，他年纪大了，除了牵挂你，平时都在潜心修炼。外曾祖父肯定会一起过来，因为有西西在，外曾祖父一定很喜欢西西。要不明天见见你外祖父母吧。真的？他还准备等他比赛完再提这件事的，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说起。真的？他抿唇心笑，笑到这个时候像个不知所措的傻大个。他的取笑等来的是男人无比兴奋亢奋的一晚。过了子时，他突然替他穿上了衣裳，拉着他往外走。他和龙墨深站在长廊之上，晚风微扬，门幔轻纱飞舞，鸟瞰整个圣都夜景，美不胜收。一声巨响打破了夜晚的寂静，紧接着那巨光在高空中突然爆炸开来，黑暗的夜空顿时被照亮了，被五颜六色的色彩所笼罩。烟花好美。他话音刚落，一阵连绵不绝的烟花爆竹炸响，整个圣都的夜空都炸满了色彩缤纷的烟花，一瞬间天空上全是烟花的海洋。生辰快乐，双儿。谢谢皇叔，这是我最开心的生辰了。你开心就好，为了你的笑容，便是倾覆天下，我也在所不惜。穆无双感觉心在深深的悸动，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如果这个人是他，那又何乐而不为呢？爹爹娘亲，为什么放烟花不叫西西？过来，娘亲抱你看烟花。我来。一家三口紧密相连，一同看向绚丽壮观的满天烟花。来人，还要去山顶，有人为了替我庆祝生辰放了烟花，我不去看看，岂不是对不起这个人的一番心意？云婉儿看向五彩斑斓的烟花，心情大好，在猜测是谁给了他这么大惊喜。是马文浩，他在追求自己，整个圣都的人都知道，平时也有不少男人对自己献殷勤，但是因为知道马文浩在追求自己，所以都不敢表现得太过了，那就应该不是那些男人。这倒的确是个惊喜，明天他就能好好炫耀一番了。不炫耀，谁知道这惊天动地的烟花是为他云婉儿一人而绽放。炼丹师公会是出了名的公平，所以老师，您不用担心他们会看在丹王的面子上偏心云婉儿。担心？云泥之别，我连与他可比性都没有。云婉儿小姐好美啊。云婉儿小姐出场真是令人惊艳啊。心机。云婉儿小姐，您今天的打扮真好看，您这裙子好漂亮啊，这布料莫非是星罗纱？这样的裙子本小姐多的是，谁让我爹娘疼我，我不用开口他们就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虚伪。哼，我看你是妒忌吧，毕竟你可没有疼你的爹娘啊，
我不仅有疼我的爹娘，还有愿意为我燃放整夜烟花来替我庆生的男人。而你呢？你什么都没有吧？云婉儿，你也太自恋了。你说烟花是为你放的，就是为你放的？你说谁为你放的？你说得出来吗？现在嘛，空口无凭，你这根本就是骗人的。我没有骗人，烟花是马文浩为了给我庆生而燃放的。不信你们问他去。呵呵，他现在不在这儿，怎么问他呀？骗子就是骗子。我爷爷可跟我说了，布置烟花的人好像是凌霄神族的人。难不成马文浩是凌霄神族的人？什么？不可能，就是马文浩给我放的烟花，怎么可能是凌霄神族？百里琳琅，你才是骗子，你分明是嫉妒我。哼，我嫉妒你？你不信的话就去问问凌霄神族的人喽。你有本事你怎么不去问呢？我看你就是嫉妒我，根本就不是凌霄神族放的烟花。谁说不是啊？一男一女两个中年模样的人踏空而来。是四大超级家族的凌霄神族的族长和族长夫人。他们这么大的人物竟然来了。族长和夫人怎么来了？婉儿小小的生辰哪里值得你们亲自跑一趟？昨晚的烟花不会真的是凌霄神族为他燃放的吧？当然不是。说不定是真的。云婉儿的运气怎么这么好？明明就是一个虚伪至极的人，居然会有这么多人捧着他。这个姑娘有毛病吧？他们见过吗？谁要来为他庆生啊？说话说得这么亲切，好像他们很熟一样，病得不轻吧？这位小姑娘，我们不认识你，何来为你庆生之事啊？饭可以乱吃，可是话就不要乱说了呀。可是昨晚的烟花不是你们为我庆生而放的吗？一定是少帝拜托你们布置的吧？那个即便是印了容也鹤立鸡群般的高大男人，眼神冰冷，似有杀意，大概是被云婉儿的话恶心到了。这位姑娘，昨夜的烟花可不是为你放的，是我外孙为他心爱的女子所放的，与你没有半点干系。而且老身相信，莫深他应该不认识你，要知道人言可畏。这位姑娘，以后可莫要再说与莫深有关系的话，令人误解了。长孙荣这话威严中透着警告，人人都能听出他生气了。这次云婉儿的脸彻底的白了下来，周围传来一道道嘲讽鄙夷的眼神，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笑死我了，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脸大的人啊。云婉儿啊云婉儿，真的是一点都不让人失望啊。云婉儿只感觉浑身发软，大家无情的嘲笑让她有种从天堂跌落地狱的感觉。爹爹，婉儿不是故意的，婉儿是真的以为事情是婉儿想的一样。爹爹相信你，马上要比赛了，你调整一下，好好比赛吧，爹爹等着你多亏。嗯，还是爹爹最好了。好恶心，百里琳琅，你嘲讽我，欺辱我，待会比赛你可就笑不出来了。凌霄贤夫妻看着面前看起来很和谐的妇女，心中闪过异样，对一个养女都这么亲切，可她竟然连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台上都不知道，真不知是说她可怜还是可恨。不知两位前辈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知两位前辈来我们光明神教可是有何要事啊？我们路过罢了，得知这里在举行炼丹比赛，便停下来凑个热闹。既然如此，那就请两位前辈上座吧。他们也在人群中看到了外孙和小曾外孙。小曾外孙即使易容成了虎头虎脑的样子，在两人的眼中那也是可爱的紧。我们的比赛内容，谁用你们面前每人一模一样的药材炼出价值最高的丹药就算赢，比赛时间为两个时辰。一声清亮的声音打断了长老的话。你有何事？有两个炼丹炉被人动了手脚。老师，
神了，还没比赛，你怎么就知道有两个炼丹炉有问题啊？是哪两个呀？我的与百里琳琅的炼丹炉有问题。我的炼丹炉有问题？一定是云婉儿搞的鬼。云婉儿，你是不是想让我毁容？你这个恶毒无比的坏女人。我没有，百里琳琅，你我虽然不对头，那你也不能这样无凭无据地诬陷我。你为何要把什么污水都往我身上泼？虚伪，恶心。云婉儿，你不承认没关系，反正我认定是你搞的鬼，就是你，你给本小姐等着。住口，来人，下去检查一下他们的炼丹炉。是。结果有人刚用异火加入丹炉，就听砰的一声巨响，炼丹炉炸了。幸好此人早有防备，否则以刚才爆炸的威力，没有防备的话，很有可能会被炸成重伤。大家觉得是云婉儿动手的可能性很大，只是云婉儿这样的身份才好动手脚。丹王竟然还不信呢，看到了，这就是你那女儿搞的鬼，你被她的假象给骗了。云婉儿就是一个恶毒虚荣可恶的人。无双，还未炼丹你就知道你的炼丹炉和百里琳琅的炼丹炉出了问题，本座自问都没有这样的本领。本座自问都没有这样的本领。哦，你的意思是我自己趁你们都不注意故意动的手脚，然后泼脏水到你们宝贝女儿身上。当真是可笑，他竟然还以为指出云婉儿的恶毒会让穆元红认识到云婉儿的真面目，没想到他太天真了。云婉儿毕竟是你的女儿，就算她犯了事，在你眼里也不过是小打小闹罢了，你向着她是正常的。不过我虽然无父无母无人帮助，却也不会任你泼脏水。想知道我有没有这个本事，那就让人再抬上一批炼丹炉来。如果我能一眼认出其中坏的炼丹炉，你穆元红就立刻给我道歉。凌霄贤夫妻心疼不已，明明亲生父亲就在眼前，却被伤得说出了无父无母的话来。就如无双所言，赶紧抬来一批炼丹炉上来，如果他真的能分辨出来，那么鬼手丹王就该给他道歉。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会难过？就像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一样。30个炼丹炉被抬了上来，第一排第九个和第三排第三个炼丹炉有问题，属于劣质品。哇，这么快！这一查令所有人都难以置信，这两个炼丹炉竟然全是坏的，只烧了一会儿就裂开了。这个无双他是真的有本事啊。云婉儿面如白纸，心跳加快，这样一来便证明不是无双动的手脚，所有人都会怀疑到他的头上。而莫元红为他的言论感到惭愧，越走近他忽然觉得无双那双清冷透亮的眸子有些像年轻时候的自己。无双，是本座错了，本座不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今日炼丹炉之事本座一定彻查，给你给百里琳琅一个交代。他不再看穆元红，也没有回应他的道歉。晚辈多谢您仗义相言，不如今晚晚辈做东，请您和尊夫人前往捞月楼一起用膳如何？哼，他竟然有勇气邀请族长与其夫人一起用膳，也不看看他什么身份，人家是什么身份。哼，丢人现眼。好啊，简直太好了。我看你这孩子万分顺眼，万分亲切，你的提议是极好的，我们一定去，一定去。这不会是幻觉吧？哎呦喂，笑死我了。云婉儿上赶着讨好，得到的是警告，老师厉害了。一说请吃饭，族长和夫人就欣然同意了，就连族长和夫人都一眼能看出谁好谁坏呢。百里琳琅，你少嘲讽我，不然我……不然怎么样？有本事你打我呀，来呀，我们单挑啊。不过你自身难保，还是想想怎么跟我们道歉吧。他不可能给他们道歉的，绝对不，他一定不能让爹爹查出是他动手脚。比赛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现在正式开始吧。婉儿，你安心炼丹，爹相信你的为人，此事爹会为你查个水落石出，不让你白白受冤。嗯，哼，真是眼瞎心盲。穆元红皱眉朝他看来，他抬头望天，本小姐又没有指名点姓的说你们，
你们能把本小姐怎么样？炼丹比赛正式开始。哼，米粒之光岂敢与日月争辉，真可笑。将旁人当成空气就行了，你的对手是云婉儿，你要赢他。没错，我要赢他。百里琳琅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没学过炼丹来凑什么热闹啊。百里琳琅的手心上突然出现了一簇炎热的火苗。本小姐以前是不会炼丹，但是本小姐昨天认了一位强大的师傅，教会了本小姐炼丹，睁大你们的狗眼，给本小姐瞧好了。哼，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这种话。真不知道她是天真还是愚蠢。哎，你们看那个无双为什么动都不动，不会是傻了吧？哼，莫非他只会控火，根本不会炼丹？云婉儿已经开始炼丹了。他手特别稳，炼制药材的手法和鬼手丹王如出一辙，果然不愧是丹王的女儿啊。哎，快看，百里琳琅也开始炼丹了，看他能玩出什么花样来。百里琳琅虽然一心想打败云婉儿，但是此时此刻他心中却只剩下了炼丹。他炼制药材的手法并不复杂，也不熟练，可是他很认真，他竟然成功提炼出了药材。重要的是他的速度比云婉儿还快。穆元红在看到百里琳琅提炼药材时，他觉得百里琳琅那声色的手法中竟然有些玄奥的东西在里面，这令他都不可思议。该死的百里琳琅一定是炼化蛆虫。炼丹的过程中容不得半点分心，现在他已经分心了，他要更快的速度炼制出丹药，他不能被一个百里琳琅比下去。哇，他已经开始炼丹了，他好像真的会啊。你懂个屁，炼丹哪里是这样炼制的，他省略了很多步骤，难怪这么快，他根本就是在乱来。大家突然闻到了一阵药香。啊，是谁这么快就成丹了？好像是百里琳琅。百里琳琅居然只花了一炷香的时间就成丹了。百里琳琅这极简的炼丹手法，他曾经在一篇上古的书籍中看到过，但是这种炼丹手法早就失传了。他没想到百里琳琅竟然还有这样的手段和本事。本小姐这不算什么本事，是我老师教的好。他虽然只教了我一个时辰，但是我受益良多，我老师才是真正的高人。没错，我的老师就是无双，他现在之所以不开始炼丹，是因为所有人都太慢了，他不屑比之，等到最后的半个时辰的时候，老师才会出手，让你们见识什么叫天才，什么叫天上的龙和地下的虫。好大的口气，真是狂妄，最后半个时辰才开始炼丹，他当他是丹神吗？这次比赛比的是谁炼制出来的丹药价值高，半个时辰他就算能炼制出来一枚丹药，那也输定了。就在最后半个时辰的时候，无双突然睁开了眼睛，只见无双速度极快地开始提炼药材。他提炼药材与旁人不同，因为他是直接在手上用炽火直接提炼。匪夷所思，提炼药材还能这样。他手中的几样药材分别被提炼出绿色的精华，接着他竟然将所有提炼出的药材精华全部倾倒入了炼丹炉中。胡闹，稍安勿躁，黄老你怎么连这点耐心也没有啊，真是乱来。上古浑然炼丹法？什么？本座若是没有猜错，无双现在用的炼丹法就是上古浑然炼丹法。浑然炼丹法乃是上古时期那些炼丹师们最为推崇的炼丹法，浑然浑然，混沌自然，就是以混沌之法将所有炼丹药材一起加入开始炼制，最大作用地发挥药材的功效，达到混沌合一，古朴自然的效果。这样炼制出来的丹药就是普通丹药药效的几倍。天哪，几倍？那为什么混元炼丹法没有流传下来？因为太难了，便是上古时期能用混然炼丹法成功炼制出丹药的人也很少，而且便是那些大能成丹率也不高。那这样说来，无双即便会这种炼丹术，但是他也不一定能成丹的意思咯？那是自然，他炼制不出来的
上古时期的大能都无法一次就承担，更别说他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炼丹师了。无双的炼丹炉里传出来的清香，让人觉得心旷神怡，神清气爽。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那阵清香越来越浓，整个光明神教的广场上都被这浓郁的清香所包围其中。云婉儿也受到了影响，她炼制的速度越来越慢，差点出现了失误。她云婉儿乃是鬼手丹王的女儿，又岂会被无名小卒打败？虽然药香越来越浓，她突然加大了火候。她疯了吗？怎么能加大火候啊？这个时候应该小火慢慢来呀。看来他根本就没有完整的混燃炼丹法。不对，他这是准备承担了。什么？天空突然卷来层层乌云，以排山倒海之势从远处而来，聚集在广场之上，散发出恐怖的威压。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有人要渡劫？好可怕的劫云。突然一道巨大的闪电竟然直直朝着无双劈了过去。无双，别去，渡劫的不是无双，是丹药，这是丹劫。丹劫。巨大的闪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劈在了无双面前的炼丹炉上。这丹劫威力庞大，砸在丹药之上，巨大的声音犹如砸进每一个人的心里。什么是人外有人，什么是天外有天，不外如是。虽然一道道丹劫砸下，炼丹炉中的丹药越来越香，随着最后一道丹劫的消散，浓郁无比的药香钻入在场每一个人的鼻子中。承担了，居然有一壶六阶丹药，整整十二颗。什么？整整十二颗六阶丹药？神人呢？突然云婉儿那在丹劫下没有失误的炼丹炉，在黄长老这句话刚说完的时候突然炸开了。好，江山辈有人才出，这才是老夫见过的最好的六品清灵丹。这怎么可能？他的年龄分明和自己差不多大，他怎么可能会是六阶炼丹师呢？就连爹爹也才七阶的炼丹师啊，无双他有什么能耐能够成为六阶炼丹师？族长，我这丹药可不止表面上这么简单。哦，还有什么妙处啊？我这丹药便是比鬼手丹王炼制出来的七阶丹药也不差，最重要的一点是我的丹药没有丹毒。你的丹药没有丹毒？可以给本座一枚吗？不给。真的没有丹毒吗？无双小友，你这丹药老夫可否尝一枚？好啊。无双大方地送了一枚丹药给黄长老，就连另两位长老也有，他又给林萧贤夫妻一人送了一枚，就是没有给穆元侯。为什么这么对我？黄长老吃下这枚六阶清灵丹，浓郁的药力带着药香席卷全身，令他浑身舒坦极了。只见黄长老的皮肤上突然涌现了一层黑色的杂质，极为腥臭。咦，天，老夫体内的丹毒竟然全部被排空了。我，无双，你这丹药卖不卖啊？无双，你还有多少六阶清灵丹？我全买了。不卖。不过这世上不光我一人能炼制出无丹毒的六阶清灵丹，你们要买可以去青云城买，顺便打个广告什么的，他最在行。第一名是无双无疑了，不过这第二名应该是婉儿吧，他炼制了一枚四阶丹药呢。那倒未必，百里琳琅虽然炼制出来的丹药品阶不高，但是胜在量多啊。这次的比赛内容是比谁的丹药价值高，百里琳琅得炼制了20枚丹药了吧。本小姐不才，只炼制了25枚丹药而已。哼，比赛结果还未揭晓，你少洋洋得意了。你炼制的再多有何用，都是垃圾。哼，真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啊，那就走着瞧好了。流光的这枚死阶丹药品质太差，只能算半成品，和云婉儿这枚四阶丹药相差甚远。云婉儿这枚四阶丹药无论是品相还是药力都是上佳之品，价格在500块中品灵石，而百里琳琅的这25枚丹药品阶都只有一阶，而且质量很一般，药效只能发挥出来一半，
就以每枚灵石两块中品灵石计算，也才50块中品灵石。哼，就凭你，你敢和我比？不自量力。长老所言诧异。哦，无双有什么见解？见解谈不上，不过这场比赛比的是谁炼制丹药的价值高，而不是价格高，不是吗？是这样的，没错。不过难道百里琳琅用上古炼丹法炼制出来的丹药价值不高吗？爹爹，不是他说的那样，我的丹药比百里琳琅的丹药好了100倍。无双说的对，百里琳琅的炼丹价值更高。婉儿，如果你最后一枚丹药没有炼废，你才有胜算呢。可是你失误了。为什么连爹爹都向着无双那个外人，可是百里琳琅算什么东西？在宣布名次的那一刻，云婉儿气愤地冲了出去，可是她忘了她一走路就会摔跤。云婉儿如同狗啃泥一般猛地摔倒在了地上，四肢着地摔成了大字形，那叫一个狼狈。云婉儿，你给我行这么大的礼做什么？你说你输了就输了，虽然佩服我，也不用五体投地吧。看来呀，连你云婉儿都在本小姐的人格魅力之下折服。快起来快起来，你这姿势也太难看了，本小姐不是很满意呀。看来儿子的言出法随真的起作用，儿子可真棒。婉儿快起来。爹爹。婉儿你没事吧？爹爹，我的腿出问题了，一走路就摔跤。他必须向穆远红卖惨，他才不会觉得自己不好。他还要把穆远红支走，这样他就不用那么快把第一名的奖励给无双了。到时候他以有疾在身装可怜，求他把那片药田给自己，再给无双差一点的，那样他就不心疼了。你的腿怎么了？爹爹，我的腿一走路就摔跤，我昨天就已经摔了很多次了，可是我不敢告诉爹爹，怕您和娘亲因为担心我的身体不让我参加这次比赛。可是这次比赛对婉儿太重要了，所以我就瞒着爹爹娘亲，准备等比赛之后再告诉你们。可是没想到刚才又摔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瞒着爹娘呢？切，这世上哪有一走路就摔跤的病啊，我才不信。你要是想让大家信你的鬼话，你就再走一步给我们看看呀。穆无双忽然朝着黄叔的方向看了过去，龙墨一接触到他的视线便知道他是何意。这个时候云婉儿走路还摔跤吗？云婉儿走路不摔跤了。天地灵气忽然小范围的波动，言出法随，神通生效。百里琳琅，你家里的长辈便是这样教你的？本小姐的长辈怎么教育本小姐不用丹王操心，本小姐倒是觉得丹王不要被你的女儿给哄骗了，才是丹王最应该关心的问题。爹爹，我走一步便是，免得大家都认为婉儿在撒谎。婉儿你不必如此，爹相信你就行了。可是婉儿不希望别人怀疑我。爹爹您别劝我了，我再走几步路给大家看看，他们就知道我有没有撒谎。再摔几跤又如何，只要能打消外人的怀疑，还能让爹爹更心疼自己，他宁愿再摔几跤。老师，您觉得他会摔跤吗？不会。云婉儿，你可别装摔跤啊，在场的能人多的是，你要是假摔那可就真的丢人啊。我劝你还是别走路了，不然丢人丢大发的是你自己，你还会成为全圣都的笑柄呢。百里琳琅，你心思太险恶了，你不要以己度人，不是你自己喜欢撒谎，别人也会撒谎的。待会要是我的腿真的有问题，我就让你跪下给我道歉，我就让你跪下给我道歉。行啊，今天所有人在此作证，你云婉儿要是腿有问题，那我百里琳琅就跪下来给你道歉。可要是你云婉儿的腿没有问题假摔，你就得跪下来给我和我老师无双道歉。我凭什么给你和无双道歉？因为你侮辱我的心思险恶，
你还对我老师不敬，就该道歉。怎么，难道你现在临时退缩不敢了？我有何不敢？该跪下道歉的是你。还有，既然你把无双也给算了进去，那你要是输了，就该是你和无双一起给我下跪认错。婉儿，不得胡闹。爹爹，这件事情是我和他们之间的恩怨，您就别管了好不好？大家都听到了，这是云婉儿自愿的。丹王，到时候你可不能出手干预。没有说话，在大家眼里就是默认。穆无双冷冷勾唇，再也不想看穆元红一眼。连丹王都不反对，既然如此，那你走吧。哼，你们就准备好下跪给我道歉吧。踏出他的脚，他突然一怔，明明昨天每当他一迈出脚时，他就会两脚酸软，可是现在为什么没有这种感觉？不行，他必须要摔倒。啊，好疼啊。他梨花带雨卖着惨，一抬头便看见了穆元红失望的目光，以及百里琳琅和无双等人嘲讽幸灾乐祸的目光。哼，丹王教出来的好女儿竟敢欺骗大众，莫非当我们都是眼瞎不成？婉儿，你太令我失望了。是晚辈教女无方让两位前辈看笑话了。来人，将云婉儿拖下去关起来，面壁思过。爹爹，爹爹，我不是故意的，我的腿真的有问题啊。爹爹，你要相信婉儿。为什么连您都不相信婉儿？婉儿还是不是您的女儿了？等等，鬼手丹王，您好像忘了一件事儿吧？就是，丹王，您老记性要是不好，我来提醒你，云婉儿与我打赌，她要是腿没有问题，就得跪下给我和我老师道歉。你这么着急的把他拖下去，就是不让他下跪道歉吧？您可真是煞费苦心啊。可惜云婉儿不领情呢。愿赌服输，老夫能在此亲自作证，鬼手丹王偷奸耍滑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凌霄前辈，丹王不过是爱女心切罢了。爱女心切，可怜的无双啊。亲爹为了一个养女，连他这个亲生女儿都算计进去了。鬼手丹王爱女心切，老夫也不遑多让。老夫与夫人对无双一见如故，亲切无比，如同亲生外孙女一样看待。今天我们凌霄神族就是无双的后盾，老夫倒要看看谁敢不遵守赌约。犯不着为了一个云婉儿将全宗拉上垫背啊。怎么就摊上了这么个惹事精呢？道歉吧。他抬头一看，就对上了穆元红失望冷漠的眸子。穆元红眸中的冷漠竟与无双眼中的冷漠如出一辙。不是他想的那样，穆无双早就死了三年多了，但是云婉儿已经害怕了。他的身份地位财富全是来自于养母，他不能失去他们的庇佑。对不起，是我云婉儿错了，我只是不想让爹娘失望，不想丢人。看来他还是小看了云婉儿，他这般坦然认错的可怜模样恐怕要加分了。丹王，你恐怕是忘了什么事儿吧？多谢前辈提醒。他拿出了一枚古朴的青铜钥匙递给无双，无双却没有接。可否麻烦两位前辈帮晚辈将药田拍卖出去呢？无双你放心，外祖母老身一定给你拍卖个好价钱。此药田中的药材与一般药田的药材灵力药力都要充沛，你身为炼丹师，最好自己拿着这块药田。不必，我不喜欢用别人用过的东西。鬼手丹王，你现在还认为你有教我的资格吗？本座确实没有资格教你啊。婉儿，为父送你回去。爹爹真好。好孩子，咱们走吧，谁要留在这破地方？外祖母带你去我们凌霄神族的神殿参观参观。好啊。红哥，你这是做什么？你都要吓坏婉儿了。你问问他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他已经派人查出无双与百里琳琅的炼丹炉极有可能就是云婉儿动的手脚，
因为只有他昨晚进入了库房之中。我没有，娘亲，婉儿没有做这种害人的事情。事情就摆在眼前，你莫非想要让我把库房弟子叫来与你对质？婉儿，你老实告诉娘，你到底有没有做过这种恶毒的事情？我没有啊，我真的没有，娘亲，连你也不相信婉儿了。娘不是不相信你，娘只是不希望你走入歧途，不能做恶毒的事情，否则你的良心也会不安。林娘，你们要是不信婉儿，那婉儿就自杀来自证清白。你说什么呢？我们辛苦将你养大，你居然说要自杀？你将爹娘放置何处？爹娘，我没有做那种事，为什么你们非得逼我承认？你们不就是想逼死我吗？伯父伯母，破坏无双和白里琳琅炼丹炉的事情是文浩做的，与婉儿妹妹无关，你们要责罚就责罚我吧。什么？这件事儿你做的？伯父伯母，此事却为文浩所为，你们也知道文浩心悦婉儿妹妹，不舍得婉儿妹妹受一丁点委屈。文浩昨日得知那百里琳琅与无双和婉儿妹妹发生了不快，为了给婉儿妹妹出气，当夜文浩进入库房，破坏了所有标有号码的百里琳琅和无双的炼丹炉。文浩已经知错，现在无比后悔地做出这等冲动之事来，还让婉儿妹妹白白蒙冤，恳请伯父伯母责罚。那为何库房弟子会说他看到了婉儿，却没有说看到你？我的修为高于库房弟子，他们自然难以发现我。婉儿妹妹实在太善良了，她得知我想要害他们，特意来跟我劝说。我当时只想给她出气，就哄骗说我并没有破坏炼丹炉，叫她不要担心，没想到却让伯父伯母怀疑到婉儿妹妹身上。文浩心中愧疚无比，也悔恨无比。文浩自以为帮了婉儿妹妹，没想到却害了她。原来如此，是我们错怪婉儿了。你怎么不早说不是你呢？你早说，我与你爹爹也不会这般盘问你了。文浩哥哥，对婉儿这么好，婉儿怎么可能把他说出来？婉儿做不出这种事情。好孩子，你就是太善良了。做错事就该受到惩罚，我答应要将罪魁祸首带到无双与百里琳琅面前请罪，到时候你去赔罪吧。是，您放心，文浩知道错了，而且错得离谱，文浩到时候一定带着最诚挚的心向他们两人请罪。他的态度让穆元红和余秋白都点了点头。那文浩就先回去准备赔礼之礼了，听闻今晚无双宴将请凌霄神族族长和夫人在捞月楼用膳，正好婉儿妹妹的生辰宴也在捞月楼，到时文浩就给无双好好赔罪吧。也好。他故意跳到这个时候来，就是为了当云婉儿的救世神，娶了云婉儿，他就能得到穆元红夫妻的支持，到时候若掌门还不出关，祖父就会拥护自己为下一任掌门，再加上云婉儿父母的这份助力，他有很大机会能成为下一任的掌门。等拿下了他，他也就不用整天像哈巴狗一样跟在他身后了。再等他得到下一任掌门的位子，那他就能把云婉儿一脚给狠狠踢开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所以给外人赔礼道歉这种事儿，他一点也不会觉得难堪。吃吧，小乖乖，多吃点儿。乖兮兮太瘦了，再长胖一点才好看。对，胖一点才好看。太瘦了，外祖母，你是认真的吗？今晚去捞月楼，看来你是不用吃了，那你就坐着看我们吃吧。去捞月楼？爹爹，西西不吃了，西西要去捞月楼吃饭。那可不行，捞月楼的食材灵气太浓郁，乖兮兮现在还不能吃。要吃也得等他能修炼以后，不然灵气不能消化，冲撞了周身经脉就危险了。西西这么小，怎么能吃捞月楼的东西呢？莫深，你这不是胡闹吗？西西体质特殊，从小啊，他便吃着灵气充裕的高阶兽奶长大，他嘴馋，也偷偷吃过许多灵气浓郁的食物，第二天都能排出体外，不会出现冲撞体内经脉的问题的。
对啊，曾外祖母，西西昨天就吃了捞月楼里面的肉肉，一点都没有不舒服，西西可喜欢吃那里的肉肉了。真的吗？那就多吃点儿，怪西西喜欢吃。今晚我们就把捞月楼包下来，反正捞月楼是自家外孙开的啊，包下来就不必了。他听百里琳琅说云婉儿的生辰宴也在捞月楼，他还等着穆元红带着云婉儿给他赔礼道歉呢。今天大概是我过得最开心的生辰了，以前是特工，每日在刀尖上跳舞，就算有生辰也不会过。每当看到有人对着生日蛋糕吹蜡烛许愿，没有人知道他心底的羡慕。可今天不一样，他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幸福，感受到了什么是过生辰的喜悦。从子夜看到满天五彩缤纷的烟花开始，他就知道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冷冰冰的杀人机器了。你以后还会更开心。我知道他的心意他都知道。没过多久，穆玉恒带着祖父穆国邦来了。无双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啊，祖父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你，祖父高兴啊。是无双不孝，让祖父担心了。你活着就好，祖父太高兴了。玉恒告诉我的时候，我还不敢相信。你这孩子在外头吃了多大的苦啊。祖父，这就是我跟您说的小玄熙，是姐姐和姐夫的孩子，今年两岁半了。这是你曾祖父，你曾祖父啊可喜欢你了。曾祖父，我是西西，我也可喜欢曾祖父了。好乖巧，好俊俏的小西西，让曾祖父抱抱好不好啊？好呀。我们明明订的是豪华雅间，提前一个月就订好了，为什么现在告诉我们顶层有人了，还把我们安排在一楼大堂，和这些普通人共处一室？你们捞月楼是怎么做生意的？凡事要讲一个先来后到。黄掌柜，你今日必须要给本座一个说法。实在不好意思，大王，今日乃是我们捞月楼的少东家回来了，他不喜闲人打扰，所以只好把上面几层都清场了。少东家？本座记得捞月楼的少东家是少帝殿下，少帝行踪不定，没想到今日回来了。少帝龙墨深。忽然他想起来无双之前说要在捞月楼宴请凌霄贤夫妻的，凌霄贤夫妇又是少帝的外祖父母，刚好今日少帝又在，莫非无双他就在顶楼？哦，既然是少帝清场，那我们就另寻别处吧。不行，娃的意思是说爹爹娘亲没必要再麻烦，就在这儿吃吧。而且待会文浩哥哥不是也会过来吗？就在大堂用膳就行了。婉儿真是善解人意呢，谁娶了我们婉儿真是好夫妻啊。周围用膳的都是一些暴发户模样的灵修，吃起东西来吃相丑陋，像是刚从恶牢里放出来的一样，真是丢人现眼。文浩哥哥来了，趁着还没有上菜，我们一起上去同无双赔罪去吧。借着赔罪的功夫去认识认识那个尊贵无比的男人。现在就去？是啊，不然待会上菜了菜就凉了，菜凉了就不好吃了，不是浪费吗？婉儿言之有理，我与你们一同去吧。我也去。站住，来者何人？本座乃是光明神教鬼手丹王，请问无双是否在里面啊？本座带弟子马文浩前来向他赔礼道歉。无双不在，你们要找无双去别处找，休得打扰少帝雅心。怎么可能？族长和族长夫人不也在这吗？无双说了要宴请两位前辈，肯定也在里面的，别让开，这里没有你一个奴才能说话的份。婉儿，不得无礼。肯定是婉儿妹妹着急了一点，她也不是故意无礼的，他也着急和我一起去向无双赔礼道歉呢。是娘，婉儿一时着急吗？
云婉儿性情骄纵，目中无人，而且极其虚伪，可惜爹娘疼爱她十多年，对她十分信任，一直被她表象所欺骗，竟然三言两语就相信了马文浩给云婉儿洗白的话。唉，你们的爹娘在这边也不容易，他们太过想念你们，才收养了与小时候的无双长得有点像的云婉儿，在他身上投入了那么多的感情与希望，哪里是说断就能断开的呀？这样的想念我可要不起。他们是你的爹娘，其实他们也很想你，那时我们都以为你没了，他们两夫妻去你出事的地方找了整整三个月才失魂落魄的回来，当时啊，他们瘦的都不成人形了。无双，你不知道啊，你的出事对他们的打击有多大呀？云婉儿之所以被袁弘他们宠爱，是因为他们把云婉儿当成了你，想要好好弥补你。当他们知道你没事儿，他们肯定会把重心放在你的身上。那个养女不过是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养女罢了，又怎么能越得过你呢？无双啊，要不然你就见见他们吧，认不认他们是你的事儿啊。祖父说了这么多呀，是想你能给他们一个机会。祖父，您说的我都懂，我今日本来就准备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毕竟今天是他们生下我来这世上的日子，他易容是为了让穆元红认不认得出来，答案他已经知道了，所以便没有了易容的必要。皇叔，让他们上来吧。龙毅，让他们上来。看吧，你家主子让我们进去的，你这狗奴才算什么东西啊？就在这时，云秋白的脚步突然顿住，然后拿起发亮的玉简。父亲出关了。岳父出关了。外公出关了。怎么偏偏这个时候出关？那爹爹娘亲，我们快点上去吧，我们给无双道歉了，再回宗门去。婉儿，我们赶日在登门道歉吧，今日你外公出关那是天大的喜事，我们赶紧回去。冒昧打搅，还请少帝海涵，今日我总掌门出关，我们这就不打搅少帝于诸位用膳了，改日再带着马文浩亲自来给无双登门请罪。掌教怎么会出关呢？掌教当年不是受了极其严重的伤，严重濒死吗？祖父不是说这辈子云川行都别想出关了吗？为什么云川行会出关？他未来掌教的梦想岂不是泡汤了？恭喜掌教出关，贺喜掌教出关。老夫闭关十余载，光明神教却一年不如一年，当真让老夫失望啊。掌教闭关，宗门少了主心骨，宗门势力自然有所下降。不过近年自鬼手丹王晋升到七阶炼丹师后啊，宗门的势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回升。是吗？马副掌教的意思是，我们堂堂光明神教竟得依靠一名炼丹师才能发展起来。红哥，我爹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别往心里去，你现在的实力啊，早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爹看在你在宗门的贡献，也不会再为难你的。掌教，丹王给宗门的贡献很大呀。近几年我们光明神教也的确是因为有了丹王才能够进步神速，您不能一句话就抹除丹王对宗门的贡献了。出关大典就不用办了，老夫堂堂光明神教掌教出关，不需要办什么大典来宣告天下，很快自会传得满天下皆知。都散了吧。爹，一个养女你们还成天在身边带着，不嫌丢人吗？爹，今天是婉儿的生辰，我们带她去捞月楼吃饭，一听说您出关了，也是这丫头急着要回来看您呢。以后少带什么养女在老子面前晃悠，不然老子就叫人将她赶出光明神教。既然外公不喜欢婉儿，那婉儿就不在外公面前打扰了。
等等，你以后再叫我外公，我就割掉你的舌头。你们谁敢扶这个养女，就和他一起滚出去吧。你儿子呢？爹，玉恒和他祖父有事出去了，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等他回来，让他来见我。知道了，爹。阿秋，把你女儿的生辰八字、画像或者贴身物品给我，我亲自做法为他招魂，看他魂归何处。他报出了生辰八字，却拿不出女儿的画像和贴身物品。你们当爹当娘的，竟然连女儿的画像和贴身物品都没有？你们这样当爹当娘，人家无双就是活着也不会认你们。他对应天象，用无双的生辰八字掐算了一下，生死生死，凤凰涅槃。不对，阿秋，你是不是弄错了你女儿的生辰八字？爹，我已经很内疚了，你就别再问我的心了。我就算弄错什么，也不会弄错我亲生女儿的生辰八字啊。既然生辰八字没有错，那无双就没有死。不仅没有死，天生凤星他还活得好好的，你们却当他已经死了，不仅不去寻他，今天无双的生辰你们还给一个养女声势浩大的办生辰，你们就没想过你们亲生女儿的感受吗？什么？无双没死？太好了，无双没死，他还活着。爹命里之术精湛，爹说无双活着就一定活着，我要去找他，我要去找无双。岳父说的可是真的？无双真的还活着吗？我们当年足足找了三个月，却连一丝踪迹都没有，我们一直以为他已经没了呀。哼，无双失踪三年多，你们只找了三个月就不找了，你们觉得你们是负责任的父母吗？说不定无双现在就在圣都，亲眼看着你们对一个养女掏心掏肺，赏心之下早就当没你们这样的父母。要不你们就把小西西留在凌霄神族住几天，过几天我们给你们送回去。那就把他留在这里住个十天半个月再回去。小玄溪虽然舍不得爹娘，不过一想到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曾外祖父母还不会限制他的吃量，到时候还不是美滋滋。那本宝宝就在曾外祖母这里住几天，爹爹娘亲，到时候你们可别想本宝宝。姐姐，我先送祖父回去，父亲似乎也有事找我，我明日再去青云剑宗找你们吧。好，你到时候直接拿这个玉牌给山下弟子就行。你们怎么了？玉恒，你姐姐没死，老天保佑你姐姐还活着。你们为什么这么说？你外公不算出来了，你姐姐命不该绝，她还活着。当初整个笑月王朝的人都以为穆元红和云秋白已经死了，祖父不信，为了寻找他们的下落，人都老了十岁，可他们为何连声消息都不传回去？如果不是他们自己来苍冥大陆，说不定这一辈子都没有见面的机会。莫玉恒没法给穆元红和云秋白找借口，他也无法原谅他们。玉恒，你会画画吗？你快点画一张你姐姐的画像来，我和你弟要派人去找你姐姐。我不会。那我去找个画师过来，玉恒你来描述，让画师画。父亲派人去找画师就是，不过父亲之前不是说外祖父找我，玉恒还是先去见一见外祖父吧。啊，对对对，我差点忘了，你外公就在主峰，你快去快回啊。是，玉恒告退。你就是玉恒，和你娘长得真像啊。云川行看着眼前的大外孙，有种血脉相连的欣喜，但他又担心外孙不喜欢自己，于是拿出了一连串的见面礼送给他。多谢外祖父。玉恒啊，你要是缺什么就和外公说，外公活了300多年，就属宝贝多。玉恒什么都不缺，以后若是有需要会来找外祖父的。好好，这才是他云川行的外孙，像云婉儿那样谄媚的假外孙女儿，他是真心喜欢不起来。玉恒，你爹娘跟你说了吧，你姐姐还活着的事情？知道，来之前玉恒已经见过父母了。前方飞来两人，这两人正是穆元红与云秋白，他们等得心急，于是飞了过来。我听说你一直不相信你姐姐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你应该很开心吧？你有没有你姐姐身上贴身的物品？外公可以帮你占卜到她现在的位置啊。爹，玉恒说他没有无双的贴身物品。有。玄玉玉佩，玉恒，你不是说你没有你姐姐的贴身物品吗？这玄玉玉佩又是怎么回事？玉恒怕父母看见这块玉佩会伤心，之前便没拿出来。但是外祖父既然说能用姐姐的贴身物品找到她的位置，玉恒只好拿出来。姐姐当年把玉佩给我之时说，父母不要我们，这玉佩我们不要也罢。但玉恒一直舍不得丢弃，没想到这玉佩终于有了用处。云川行不管他们有多伤心后悔，他拿过了玉佩，掐指开始卜算起来。爹，卜算出来了吗？怎么会在这里？岳父是在什么地方啊？爹，您快说啊。北疆极寒之地。什么？怎么会在那里？极寒之地那么冷，灵修都无法久居，无双怎么会在那里呢？无双一定在等着我们找他。爹，我们这就去找无双去。急什么？那么远的地方，你们不好好准备怎么去啊？岳父，您还不知道，现在苍明大陆多了几十座传送阵，极寒之地啊，正好有一座传送阵，我们不需要乘坐半年多的飞行灵气，传送阵很快就能过去。居然有了传送阵，那老夫也同你们一起过去。每样东西只能占卜一次，这玉佩没用了，你们好好拿着内疚去吧。穆无双和龙墨深在接到穆玉恒的传讯后便来到了这里，故地重游，到处玩了玩，才回到传送阵，传送回了青云城。可以回了。很快，位于极寒之地的传送阵便沉入了极川之中，永封海底。你们去哪里？去北疆极寒之地。极寒之地有异兽出世，动静太大，传送阵由于冰面破碎已经沉入海底，极寒之地去不了了。去不了了？怎么就突然去不了了呢？之前明明都能去的。极寒之地本就危险重重，出现什么意外都很正常。那无双怎么办？爹，极寒之地那么危险，无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以前不知道急，现在知道急了。放心吧，他没事，活得好好的，先回圣都吧，再想想其他办法。爹娘，你们终于回来了。喂，云川行连扫都没有扫云婉儿一眼，不耐烦地走了。爹娘，你们做什么去了？婉儿找你们找了好久呢。我们去找你妹妹去了。穆无双为什么还要活着？他怎么还不死？婉儿，你最心灵手巧，到时候你帮着给你妹妹准备女孩子喜欢的礼物，你妹妹回来了，你也就有个伴儿了。娘相信你们一定能相处得像亲姐妹一样好。还亲姐妹？她才不需要什么姐妹呢，她只想一个人占有爹娘的宠爱，才不想和另外一个人分享。就算那个人是爹娘的亲生女儿也不行。婉儿，你怎么不说话？你不愿意吗？不是的，婉儿没有想到无双妹妹竟然还活着，我是太替爹娘开心了。爹娘整日挂念无双妹妹，如今终于有了她的下落，我是喜极而泣。好婉儿，无双肯定会很喜欢你这个姐姐的，她绝不能让穆无双回来，绝对不能。婉儿妹妹，我可以帮你呀、啊。婉儿妹妹有事情怎么不找哥哥我呢？文浩哥哥，现在只有你能帮婉儿了。爹娘，你们去那么远，婉儿不放心，怕你们照顾不好自己，就让婉儿和文浩哥哥陪你们一起去吧。多个人多份力量，我跟婉儿妹妹也能帮着伯父伯母找无双妹妹。你们有心了。怎么不见玉恒？他不是一直在找他姐姐吗？难道他这次不去找了？这孩子他不想和我们一起，那就随他去吧，等到了极寒之地他应该会与我们会合的。在云川行还没有出关之前，马文浩虽然对穆玉恒有敌意，却也没有这般强烈。现在他已经将穆玉恒当成他成为掌教路上最大的绊脚石。那咱们这就走吧。原来你是大师姐的弟弟啊。
大师姐让我在这里等着你呢。我叫汤文，是内门弟子，你可以叫我三师兄。你跟我来吧，大师姐在见着我呢。多谢三师兄。沐玉恒一眼便看到了万剑之中的姐姐，她手中提着一把剑，那把剑在隐隐地发出嗡鸣之声，空气中的剑气仿佛还未消散殆尽，凛冽而磅礴的剑气令人心生敬畏。这便是剑道，每个人的剑道都有可能不一样。我的剑道是杀戮，光明神教掌教云川行的剑道是浩然正气，青龙神宫圣地的剑道是众生，你们的剑道可能是爱，也可能是无情剑道，只有你们觉悟出你们最适合最属于你们的剑，才有可能觉悟出你们的剑道。今天的课我替掌门上完了，大家回去自行领悟吧。无极子的课让自己徒弟上，他却一点都不害臊。还是我徒弟牛。这是我弟弟叫玉恒，以后他也是青云剑宗的一员了。弟弟？亲弟弟？对，亲弟弟。玉恒见过吴掌门。那个玉恒啊，我不知道你要来，没有给你准备见面礼，这个礼物你先收着，下回本掌门再给你分大礼。弟子多谢掌门赐礼。弟子们，恭喜你们成功进入内门，你们面前的这三位前辈啊，分别是剑王悟道子、丹王徐青山和炼气大师欧阳波。今天起他们将是内门的教习老师啊，将为大家传授他们的心得和经验，大家要好好学啊，莫要辜负了你们大师姐和莫长老的一片苦心，是他们将这几位大师请来给大家当老师的。原来是大师姐和莫长老请来的人，他们太厉害了。我们青云剑宗现在还只是七流宗门呢，竟然有了这么强大的老师教我们，比那些大宗门都不差。这三人平时我想跪着求都见不到，居然给我们当老师，快教教我，我不是在做梦吧。这明明是你一个人请来的大人物，为什么要把功劳让给我啊？双儿是未来青云剑宗的掌门，他们要感激和敬佩的人是你，不是我。那些弟子他全然不放在心上，唯一能让他放在心上的只有他的双儿。儿子今天要回来了吧？儿子的回来代表他和双儿的二人世界的破碎，真想把那小子送凌霄神族待几个月再让他回来。我先上去了。我待会儿去外祖父母那里接儿子。有人要学符道可以来我这里报名，我每个月会公开教五天的课，有兴趣的可以来学符道。玄溪昨晚被他爹接回来，回来还依依不舍的呢，舍不得圣都那么多的好吃的，舍不得离开曾外祖父母溺爱的怀抱。不过他一回来看到了小狐狸阿离，就没有什么舍不得了。这一大一小在这里等着，是因为今天是曾外祖母的生辰，他们一家人答应了今晚一同去捞月龙又饭，昨天才回来，今天又能去捞月楼吃肉肉，这也是现在小玄溪一脸兴奋的原因。怎么回事啊，连宠物也能进传送阵了？江心雨小姐，你别生气，我们帮你把这只狐狸赶出去。就是啊，一只臭狐狸也敢抱进来，你们当这传送阵是你们自家开的？雪碧猴儿，赶紧把狐狸丢出去，不然爷爷我把你踹出去。这小孩是你儿子？你素质未免也太差了点吧，竟然不好好教教你儿子，不要把畜生带到这种地方来。你以为传送阵是你家开的不成？要说有其母啊，必有其子，和你们乘坐同一趟传送阵，本小姐感到受到了侮辱，你们现在就给本小姐滚出去，本小姐不想再看到你们。小玄溪本来不想与女人一般计较，因为她是大男子汉，但是这个女人竟然骂娘亲还骂阿离，她不能忍。传送阵就是我家开的，你这个丑女人现在就离开这里，否则你一辈子也别想乘坐传送阵。哼，小东西，你口气不小啊，这么丁点儿的就会撒谎啊，真没有教养啊。你知道姑奶奶我是什么身份吗？说出来吓死你们一家人，我乃是归元宗现任掌门的女儿，归元宗的大小姐。丑女人脸真大，你那是个什么乌龟宗的大小姐又是怎么样？
关我们什么事？丑女人，你现在要是真诚的给我和娘亲和小狐狸道歉，那我就原谅你。你只要现在离开我爹娘面前，以后还能乘坐我们家的传送阵。但是你如果认识不到你的错误，这辈子都别想坐我们家的传送阵。他说的都是真心话，他不是很记仇的人，他男子汉大丈夫，不想和女人一般计较。传送阵要是你家开的，老子把头砍下来给你小子当球踢。该道歉的人是你，你不把狐狸丢出去，我立即把你踢出去，你信不信？哎，给你们机会你们不要，那就别怪本宝宝了。叔叔，把这些人全部赶出去，以后不许他们再乘坐我们家的传送阵了。放开本小姐，你们知道本小姐是谁吗？大胆狗奴才。等等，这位公子忽然间只感觉凌厉可怕的剑光一闪，血花四溅，全都溅在了他的脸上。刚刚站在他旁边的男人连一声惨叫都没有来得及发出，便身手分离，死得不能再死了。杀人了。我儿子不喜欢踢人头，这颗人头就挂在城墙上，谁想踢尽管拿去。爹爹真帅，爹爹说的对，我才不喜欢踢人头呢。要论护短啊，大概没人比得上皇叔。这个女人是皇叔名义上的表妹呢，是他继母亲哥哥的大女儿，长心宝。不过连他都没有认出皇叔的真容来，看来皇叔这几年的确是戴的面具，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模样。江心宇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江血溅在他身上的人会是他表哥呢，真是有意思。传送阵关闭，他们一家三口传送到了圣都。他们直奔捞月楼，没有做停留，凌霄贤夫妇已经在等着了。小狐狸闲不住，想往下跑，反正他不离开捞月楼，又有龙一龙二看着，大家都不担心。阿离突然挣脱了他的手，往其中一间房间里跑了过去。龙一龙二想阻拦已经来不及了，小玄溪已经跑进了别人的房间。快去告诉主子和周母，哪里来的小狐狸偷老夫的万年花蜜喝。老爷爷，对不起，阿丽不是故意偷您的花蜜的，您的花蜜多少零食，西西去找爹爹要零食赔了你。当他看见小玄溪的小脸蛋时愣了一下。你爹不会是青龙神宫的少帝龙墨深吧？你这个小家伙和他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虽然这个老爷爷感觉很和蔼，但是娘亲说了，人不可貌相，他的身世是秘密，不能随便告诉这个老爷爷。哎呀，这个小偷蜜贼该怎么处置呢？是剥皮吃肉呢，还是拿回去做工抵债呢？哎，小家伙，你说哪种好呢？老爷爷，哪种都不好，狐狸肉不好吃，小狐狸他也不会做工，他很笨的，只会偷你们家的花蜜吃。是这样的吗？哎，可怜老夫的蜜呀。罢了罢了，这碗蜜被糟蹋了，就给小狐狸喝吧。小狐狸一见有蜜吃，也不龇牙咧嘴了，整个脑袋都埋进了蜜碗里，吃得起劲儿。闻着香香的花蜜，小玄溪咽了一口口水。哈哈哈，小家伙，你也想吃啊？不想。他才不像小狐狸那么馋。哼。又咽了一口口水。云川行很喜欢这个小家伙，就想逗逗他。你要是能把这个玉葫芦打开，这里面的花蜜就归你了。本宝宝凭本事得到蜜，比小狐狸有出息多了，一点也不丢人。结果他一拔，玉葫芦的盖子轻而易举地拔了出来。云长教，本尊的儿子性情顽劣，打扰之处还望海涵。少帝来得真不是时候，老夫刚知道这个小家伙与老夫有血缘关系，少帝就来了。这玉葫芦除非是和他有血缘关系的人，否则就是大罗神仙也打不开。云长教说笑了，本尊的儿子与云长教何来的血缘关系？老夫就爱钻研一些奇淫怪技，这占卜一术也算是略有小成。摊开手，他的手心是一根细细的头发，细发在云川行的手上自然起来。他另一只手掐算，不过片刻。外曾外孙，你娘亲呢？云长教找我何事？
身份既然被云川行发现了，那也没有藏着掖着的必要。无双，无双长得与他外祖母很像，但两者气质却完全不同。他这个外孙女令他满意极了，那个云婉儿算什么东西，哪有他一半优秀。穆无双听见他，一下子就认出了他，嘴角勾了勾。外祖父，你这孩子，既然知道我是你外祖父，为什么不来光明神教找我？外祖父，无双去过光明神教，就是云婉儿生辰那日，那天炼丹比赛上大放异彩的无双就是我易容的，本想着给父母一个惊喜，没想到闹了点不愉快，现在无双没有父母也过得好好的，有些缘分也不好求，还望外祖父不要他们打扰我的安静生活。行，你不认就不认吧，你认我这个外公就行。穆无双倒是没想到外公的性格这么豪爽和开朗。这是你外曾外祖父。外曾外公好，我叫龙玄熙，你可以叫我西西。西西乖，难怪外曾外公这么稀罕你，原来你是我的小外曾外孙。来来来，这些蜜啊全给你吃，外曾外公这里啊还有很多，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就和外曾外公说。外公能理解你的感受，所以无双啊，你放心，外公不会出卖你的。无双多谢外公。外公还真是没想到你竟然会和这个大冰块在一起。龙默生的身份是尊贵的，不过云川行觉得他外孙女身份也不差。无双啊，外公跟你说，这世上好男人多的是，如果你不幸福，就不要在一棵歪脖子树上吊死了，就算有了儿子也不是不能换棵树的，外公认识很多年轻俊杰。他大概猜到了外公脑补的东西，再说了外公你说话声音再小他也听得见啊，小心他拿小本本记你的仇。我们关系好得很，不劳外公惦记，那些年轻俊杰外公大可说出名讳，看哪一位有本尊优秀。龙默生竟然跟着无双叫自己外公，看来和他想象中有点出入，不过这样最好，外孙女能幸福他也就放心了。优秀有什么用啊，对我们无双好才是好男人，老夫倒是认识几个温润如玉般的年轻俊杰，你这冰块要是对我们无双不好，老夫改天就把人介绍给无双。外孙外公，我爹爹对娘亲可好了，我不许你叫我娘亲介绍给别的男人。是是是，小西西说的对啊，外曾外公不说了不说了，以后都不说了行不行啊？行。云掌教，现在咱们也算是亲家了，走，咱们上去喝几杯。好，我们好好喝几杯，老夫还要祝族长夫人万寿无疆呢。娘亲，爹爹不是不爱喝酒的吗？怎么喝了这么多呀？这涉及到了男人的尊严，你爹爹不把你外曾外公灌倒，今天是不会下这个桌了。龙默生平时不爱喝酒，不过今日龙川行要给他女人介绍别的男人，他自然忍不了了，必须要把龙川行灌趴下。云川行的酒量好啊，龙默生酒量也不差，这一喝两人一直喝了三个时辰，云川行才有了醉意。外公放心好了，我龙默生这辈子最在意的人就是双儿，就算我负天下人也不会负他，所以以后外公莫要再提给他介绍年轻俊杰的话了。醉成了一滩烂泥的云川行不知道听没听到，很快打起了呼噜，睡得比小狐狸还香。双儿过来，不许你去找什么年轻俊杰，你敢嫌我老，我就把你捆在我身边，让你不能离开我半步。无双，莫生他喝多了，喝多了他话多，他就交给你了。小西西，我们先带回去了啊。龙一，过来把云掌教送到客栈去。我什么时候嫌你老了？灵修不嫌老，他不过是比自己大了十多岁，他这么年轻俊美，身上带着时光沉淀出来的沉稳，比那些愣头青不知有魅力了多少倍。不许你去找年轻俊杰。好好好，知道了，我不找年轻俊杰，我只要皇叔你一个就够了。双儿，你说你永远不会离开我？
行，你是救过你最大。皇叔，你不负我，我也定不会负你。你不离开我，我当然也不会离开你。往后余生有他相伴，倒也值得期待。生儿，不要再离开我了。你离开了，我就活不下去了。你知道吗？你就是我的命。皇叔啊，你多说些情话给我听，我喜欢听。不是情话，是真心话。双儿，你听听，他在扑通扑通的跳，他在为你跳动，没有你，他就不会跳了。嗯，真的听到了吗？那我也听听你的。一、二、三、四，真好，双儿真的还活着。双儿，你不知道，我找你找的好苦，我好多次在梦里，梦见我找到你的尸体，冰冰凉凉的，没有人气，心脏也不会跳。你知道我当时的绝望吗？我每天从噩梦中惊醒，告诉自己那只是梦，梦是相反的，你一定还活得好好的。对，我还活得好好的，我不会死，我会永远陪着皇叔。你真的会永远陪着我吗？嗯。那你会去找年轻俊杰吗？不会找。双儿真好，软软的，香香的，像大桃子。你才像大桃子呢，你全家都大桃子。双儿，你说天底下谁最帅？嗯，当然是你啊，天上地下皇叔最帅。零九的后劲上来了，龙默深说话越来越幼稚。穆无双觉得他可以改名叫龙三岁了，但是这样的皇叔他还是第一次见，他很喜欢，以后想听他说情话就可以把他灌醉。你醒了，龙默深头也不疼了，昨晚的记忆也呼之欲出，他捂住了脸不想说话。皇叔啊，你说天底下谁最帅啊？龙默深的脸诡异地红了一下。我告诉你谁最帅。帐帘一放，神仙打架。外曾外公。你爹娘还没醒呢，走，外曾外公带小西西去玩。可是曾外祖母已经带西西到处玩过了，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去过了。哎，有个地方啊，你的曾外祖父母绝对没有带你去过。啊，什么地方啊？现在告诉你不就没有神秘感了吗？你就说跟不跟外曾外公去啊？去。龙二叔叔，你待会儿替我跟爹爹娘亲说一声哦。是，小主子。这不是云掌教吗？这小孩是你什么人呢？都骑你头上了，管你什么事儿啊？不说就不说，哼！他就不说，好奇死他们。